丢外套，丢掉电视，丢电脑。好，传递开始。六个字。表。肉。丢掉手表，丢外套。哎呀！锅。这啥意思？丢掉电视，丢电脑。完了。还最后一个奥特曼啊！我再回一遍，快快快，再次，再次。丢掉手表，丢外套，丢掉电视，丢电脑。啊，几个字说了吗？七个字。我跟你说，你绝对整不明白。几个字？七个字。六个字，峰哥。来啊！表。表扔了。脱衣服。那这应该是下水啊。海。漂洋过海来看你。对。海上钢琴师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拜拜。到腾哥这儿完了。对，时间，解开扔掉。按说我之前啊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了，我不应该再犯，但为了赢呢，我还是得做。我之前啊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了，我不应该再犯。里面是个背心。这是啥呀？这个必须得知道啊！来吧，第一个，表，扔，扔掉表，扔掉外套，扔掉。我知道了，丢掉手，哦，哦哦，是这个哦，丢掉手表，丢外套。丢掉外貌，再丢老刀，离开地球表面。对，他知道这首歌，歌词儿。我白付出了。以后咱能不能照顾照顾腾哥，少演这些脱外套？腾哥这里边都不一定穿的什么乱七八糟的。这真没想到，这么好的一西装里面是无袖的。